他怎么样？回皇上，琳琅姑娘身上的毒素尚未散尽，确实需要用凉水浸浴。只是姑娘身体虚弱，恐怕承受不住。那除了凉水浴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微臣倒是有一个偏方，只是有几分危险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说，有一味药可解姑娘身上的毒，只是此药性情寒烈。 需想办法保持姑娘身上的体温，方能安然度过。烟酒醒杯落，看烛忽无颜色，耳畔熟悉小歌。烛影摇动，窗心可曾是你托风传来的一封信？案前笔下墨时，那心投影。 难舍温柔情，见字如你，痛彻心底。想见你，心被时间划破，想回到那初日，只是看。